大家好，今天又来山里拔竹笋。这种竹笋长在很高的高山上，这里海拔有700-800米，特别高。这个山这种竹笋特别的鲜嫩，看我的身边这里好多，就是我们这里高山上特有的一种竹笋。看这种笋，这里山上全部是这种笋，都是这么粗的。都是红色的笋壳，不知道你们那里叫这种笋是叫什么，我们这里叫这种叫毛竹笋。哇，这个笋特别粗，看，哇，特别粗！你看，这个、山上满山都是这种笋，好大一颗笋啊！这个，来，别哈，对不起，哎呀，哎呀，你看。哇，太粗了，拔不动。看，都是这么粗的。哇，好大！你看，哦哦哦！哎呀，哎，这是好。哇，这个笋，这个笋特别粗，太爽了！你看，哇，拔不动啊！这个笋，哎，这么多。哇哇，这个特别粗，太爽了！看这个水，哇，哎，特别多，哎，全部是这么粗的水，哇。满山都是，哎，哇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好多水啊！拔了一袋，哇，一袋，哇，看，剥壳，现在全部把壳剥了，再拿回去。把你挑着给。嗯。好了，
了两袋，全部剥了壳，现在回去